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大智度论》哈，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第二册的第617页，哈，第22卷了哈。好，那在正见这里有没有看到？哦，就是要以什么正智慧来观五受众。五受众讲的就是五取蕴，有取有受的话就苦。好，为什么呢？有受有取呢，已经是现象了。哦，就像我们有情生命的本身，是不是也是五取蕴呢？啊，因为我们会取着我们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什么识蕴。啊，如果我们有所取着的话呢？其实已经是这个果报的现前，果报的现前呢，是名什么苦地呀、只要是果报的现前的话，为什么说它苦呢？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的果报体。啊，所以呢，佛法里头讲的苦地哈、是这个无常故苦的苦。哦。好，所以这个是苦地，啊，苦地。那这个苦呢，是从什么爱等诸结识和合而生的，叫做极地。极呢，主要是原生的一股力量。为什么会原生？就因为我们有爱等诸结啊，有执着才会原生，哦，原生。所以呢，我们透过自性妄执而原生，它是极地。啊、哦，是极，啊、哦，是名为极。那这两者是不是都属于世间法？生来就如此的。啊、我们不断的去集，啊，集合我们想要的。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呢，又不稳固了。得到不是永远不变的得到。我们获得我们今生的生命，是我们还要面对老病死之苦啊，对不对？啊、哦，我们这辈子的出生其实也是集出来的哦，集过去的诸多因缘，然后合合出我们这今生的什么生命体，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今生的这个正报身，是不是就是一种苦的果报啊？啊、是因为我们过去集啊，集了因缘，而合合生出今生的果报。为什么说今生的果报是苦的？因为还要面对缘灭之苦。对不对？我们以为原生是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老病死之苦啊？好、哦，所以呢，这个只要是果报体，啊、因为无常，是它是原生而缘灭的过程，啊、所以会感受到苦，就因为我们有前面的集，啊、那如何能够去？让它灭呢？哦，要让爱等结识能够灭，是名什么涅槃，也就是灭谛啊！哦，灭谛呢，就是要达于诸法实相，叫做灭谛哦，涅槃的境界哦，诸法实相的境界啊，哦，那就要如是等观八分呢，啊，也就是要去观什么八正道。啊，八正道，所以它是名为什么道？是不是就要透过修道的方式达于啊爱结啊爱等诸结的这种诸结识的灭？啊，所以我们说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都是透过否定式的符号来放下。为什么呢？因为达于这里叫做灭。灭了什么爱结、爱等诸结识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爱结等诸识。哦，它是一种结识，叫做烦恼。因为有烦恼，我们是不是就会去集合我们的因？这是集的力量哦。我们因为有爱等诸结识的关系，所以会去集合，集合出什么？我们的业报体，啊，
这个是我们的报果报的现象。我们的果报现象有我们的正报、正报生跟依报的环境啊。那因为结出这样子来，为什么说它苦？因为它会怎样？它会缘灭无常，缘生缘灭无常故苦啊。所以只要是果报，它必然是苦的，是因为怎样？无常。为什么会无常呢？因为我们透过集来缘生，但是我们避免不了缘灭，对不对？在缘灭当中，我们会觉得苦啊，因为无奈啊，啊，好不容易生出来，却是要面对老、病、死，对不对？生老病死都是不可豁免，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透过修道的方式，所以这个过程是透过道而达于灭，所以是透过道而达于灭。所以我们说苦集灭道，佛陀为四圣谛，哦，为声闻讲什么？苦集灭道嘛。这个是属于世间的世间法，这个是能够怎样出世间？要从世间而出世间，才有机会解脱啊！是不是才能够解脱？哦，那关键在这里哦，修道。我们慕灭哦，我们希望我们的什么爱等诸结使能够怎样？能够消失，能够灭嘛？这是果，这是因，缘果报，这也是我们世间法面的什么因加缘。之所以会苦，是因为已经现成果报，它无常，无常。那这边会无常吗？这边因为它达于平等相了，啊，达于诸法实相，啊，达于诸法实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它是中道不二。我们在这里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的什么无常，无常之苦，啊，所以能够达于灭谛的现前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修道。才能够让我们见道乃至修道啊的这个修道，当然修的是说道地上面怎么去修呢？那么有三学跟什么八正道啊，这提供了解脱。但是如果是菩萨道上呢，我们就说是叫做什么般若道，五度如盲般若为道嘛。啊，六度万恨是不是就是菩萨道的基础啊？菩萨道，所以还是要修道才能够达于这个灭相的现前。灭相是涅槃，是诸法实相，是无为法，是圣者的境界。圣者的境界其实名相很多啊，那要讲的都是啊，其实都是提供我们解脱，只不过是个人解脱还是帮助众生解脱。圣贤法因无哈、啊，圣贤因无为法而有所差别，是量上的差别啊。它的职啊，以学佛来讲，很重要的职就是帮助我们解脱啊。佛教不共其他宗教最大不同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超脱现实。超越世间法嘛，超越世间法的这个关键是什么？修道啊，在道上面的修行啊。那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啊要有正见啊。所以第618页有没有示明正见？所以这个正见是不是从四圣谛来啊？啊，四圣谛，因为何谓圣呢？就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嘛。啊，从世间法而出世间法，啊，
那才叫做四圣谛、啊、那四圣谛就是要、啊、所谓的这种正见就是要去正见四圣谛、啊啊、所以行者事实、啊啊、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心能够定知世间的虚妄可舍、啊、世间法的一切现象呢，它都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因为无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之后避免不了因缘离散而灭、啊、所以呢，这一切是不是都是虚妄的？虽然、啊、我们看这个杯子好像很明明存在，但是它是虚妄的存在、啊、我们会觉得哎，我可以抓得住它，怎么会虚妄呢？是因为我们眼光很短浅，只有看现在。如果它十几二十年后坏掉，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坏的过程中啊？我们没办法让它永远不变，永远能够欣欣如故啊，对不对？哦，它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我们不是能够抓住一个不变的这个热水瓶哎，啊、哦，那个保温的能力是不是也逐年在减退啊？哦，它不是不变的呢。所以这个叫做世间虚妄啊，也因为虚妄所以可舍啊，要放得下。涅槃实法是可取的啊，唯有涅槃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世间法生死是不是也是虚妄的？虽然我们现在是生，但是没有人能避免死亡嘛啊。虽然有人死亡，那这个以佛法说这个人往生，有吗？说他往生，不是说他死亡，死亡好像就没有后面的了。往生是不是等于还有他下一辈子啊？他的下辈子哦，哦，所以透过累劫宿世的修行，哦，涅槃实法是我们要去怎样啊、哦、去能够到达的了哈、哦。这里的取倒不是这个直取的意思哈、哦，而是可以到达这个涅槃的彼岸嘛。哦，所以决定世事呢，是名什么正见。这才叫做正见哦，哦，所以正知正见啊，是要能够明白世间法乃至出世法，乃至菩萨道还要能够事出事入无碍，啊，那知识能够决定世事啊，哈、啊，要能够清楚明白，而且没有任何的疑啊，疑的话呢，才叫、啊、就等于说能够去除我们的疑惑。啊、哦，那么这个都名为什么正见？啊、哦，正见。好、哦，那进一步呢，叫做正思维，知见世事心力未大。啊、哦，因为我们在知见的时候，是我们的心清楚明白，它的力量还没很大，所以还没有办法付诸于实践。那就要透过思维筹量乃至发动正见啊，令得大力，是名什么正思维啊。所以先有正见啊，之后那么筹量啊，思维筹量乃至去发动啊，去身体力行，那叫做正思维。所以正思维的力量就更大的是透过思维，所以我们说正见比较属于文慧啊，啊，到这个正思维呢，它是思慧。所谓的思慧，就是要把这种思想概念纳入到我们的那种内心深处，然后再从内心深处发动出来，啊，由意业来领导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去做这些事情，啊，令正见得力，叫做正思维啊。那这两者合起来是不是就叫慧啊？好、哦、好，那再加上戒啊，智慧既发呢，欲以言宣故呢啊，也就等于是啊，既然有智慧了，所说出来的话语本身是不是就要正语啊？啊，乃至正业，正业呢就是我们的身业，正语是我们的口业，正业指的是身业啊。
身业跟这个意业了。哦，正语是口业，正业是我们的身业跟这个意业。哦，正命呢是我们的经济来源，我们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啊，是不要犯戒的啊，不要犯戒啊，尤其性戒、杀盗淫妄、杀盗淫妄的这种经济来源都属于非正业啊。所以，比方啊，以杀业为生呢，它不是叫正命啊，就不是正命了啊。以欺骗为主啊，为生的话。哦，这个以诈骗啊，现在是不是很多诈骗集团啊，也赚很多的钱呢？那个都非正业正命哦。哦，因为这样子来的经济财源来讲的话，是不是正命？哦，既然不是正命的话，是不是如果在学佛上面来讲的话，就要懂得要能够去改、去修正啊？那一般都是放不下，我赚这么多钱，我怎么能够去放下？哦，尤其在杀业上面也很多啊。哦，这个餐厅，哦，如果开餐厅的话，是不是也难免哈？不是素食的话，是不是很容易也会有杀业啊？嘿，哦，所以这些都非正命啊。但是我们往往都因为哦，我既然这个有的开牛排馆之类，哦，我赚很多钱，要他改很难呢，因为我们放不下金钱上面的诱惑，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想，每天每天，你看要去跟众生，是不是广结恶缘啊？好，那所以呢，要正命就很重要哦，正命是佛弟子的哦，这个基础。哦，都要思考一下，哦，我们经济来源不能是黑心钱啊，哦，不能是犯了杀盗淫妄的这种业报，哦，叫做正命啊，叫做正命。所以这三者，正语、正业、正命，哦，是很重要的，哦，的这个戒，才可能从有漏达于无漏。哦，能够从有漏达于无漏，是不是就是要学习着放下？哦，如果在家居士从事的是这样的行业，那就看自己要不要转业啊。哦，当然长痛啊，哦，长痛不如怎样短痛，在转的时候过程中是很难的啊，哦，但是转过后呢，哇，就起码我都是善业啊，哦。所以在台北也有一个素食馆，它本来是一个什么餐那个。哎，生意非常好的那种荤的啊，卖荤的馆，后来他也啊，因为他的发愿转成什么素食，啊，也惨淡经营了一两年。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一下子，啊，那个客源可能就跑掉了啊，那也得要阵痛过一段时间。哎，现在生意也好得不得了，但是他起码都是素食的，他不再造杀业了。哦，就不会造杀业哦，那这样是不是更安心啊？一样可以赚得到钱啊，不是赚不到哦。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经济来源的话，都是善业。你看，他就广结善缘啊，哦，他就真的广结善缘。所以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哦，尤其正命很重要哦。所以在八正道里头，我也谈到正见跟正命，这两者是最重要的基础。哦，才可能从人天福报再进一步，才可能提升，哦，才可能有解脱的能力啊！哦，不然我们的恶业太多，是不是就一直往下掉啊？哦，向上的力量就不足啊！好，哦，好，那正精进啊，哦，行时呢要能够精进不懈啊，哦，但是呢不令助于。色无色定当中，是名正方便，也就是正精进。为什么要不令住色无色定中？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八正道里头是不是也修定啊？啊，如果所修的定是为了到色界无色界的话，到天界去的话，其实不属于真定哦。所以要不令，要知道我们。
哦，在修定的过程，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在什么？解脱，在这个证得涅槃呢？哦，证得涅槃，而不是要在定当中。哦，很多的宗教觉得人生是苦的，所以就希望哈，就会把未来世的希望放在什么天界，放在天界哈。那唯有佛教，佛陀是不赞同的。为什么？因为在天界的福报太大了，哦，反而不容易修道。哦，当然天界也有天界的护法，那是数据善根因缘才可能。哦，在人道也是啊，富贵修道难呐。哦，所以除了修福报之外，其实修慧就很重要。哦，修慧才不会障道。哦，不然有时候在富贵当中，是不是都忘了修行啊？哦，就不容易修行啊。哦，所以这个正精进也是哈，哦，因为在过程中哈，哦，也是不要到所谓的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所以下面有个正定，有没有？于四谛中能够摄心不散，哦，修定就是能够收摄我们的心，哦，能够心一静性啊，哦，那么摄心不散也是不令向什么色无色定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心向涅槃才叫做正定。哦，以佛教的修定是为了慧啊，慧才能够怎样解脱，慧才能够向上提升啊，乃至到了所谓的诸法实相的涅槃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方向搞清楚啊，不管是行菩萨道或解脱道，是不是都一心向涅槃啊？啊，是我们超凡入圣的第一个目标嘛。啊，好，那还有就是正念啊。用是正见呢，观四谛，要常念不忘。所以我们的念本身是以四谛啊，四圣谛的正见为基础，要能够一持不忘啊，一持不忘。那令一切烦恼是贼啊，应当怎样去舍离啊？那正见等是我真办啊，应当随念啊，是名什么正念？正念，所以这个正念是不是念的就是正见呢？啊，哦，那正见上面呢，其实也是从苦集灭道，是不是从世间法能够释出？啊，哦，那如果是解脱道呢，那就个人释出嘛。如果是菩萨道，是不是在帮助众生释出啊？啊，哦，那菩萨道上要帮助众生，他就不得不释入啊。所以菩萨道上要能够释出释入而无碍，哦，就因为在这个诸法实相里头，他是不是中道不二的，哦，他可以不落这二边的，哦，不是各有一个，这种对立的现象，不是，而是这两者呢透过因缘来融合，哦，所以这个叫做八正道，哦，八正道。好，那这是适宜的一哈，也就是那个戒定慧的顺序跟八正道的顺序哦。好，那适宜二呢，初学有次第啊，到无漏心的时候呢，啊，无漏心中呢就没有次第了啊。初学因为在现象上就难免有次第，就要分谁先谁后啊。但是到了无漏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无漏？也是要透过因缘法才能够达于无漏。因缘法里头就没有，就不是分割成哦，不是能够排列顺序的。因为从因缘，它是不是都融然一体的事情了？哦，好，所以事出得善有漏啊，哦，在修三学八正道来讲的话，都是善的。哦，但是刚开始是不是都有漏的，啊，有生有死，有增有减，哦，有垢有净，是我们有漏凡夫的什么生活经验，对不对？哦，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意境，哦，那如何能够超凡入圣呢？就是关键是什么？
要修四加行，叫做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暖顶忍是第一，哈，以唯识学来说的话，哦，那如果以波瑞呢，直接就用性空，放下而向上，放下而向上，哦，那这个过程中，在忍法中也会分出中，啊，初中后啊，在刚开始难免都要去做分析跟切割啊，啊，是从现象来说，那只要是从现象来说，都还是有漏的，啊，都还是有漏。达于无漏的时候呢，它是透过因缘来的，啊，它是透过因缘，所以呢，无漏心中集啊，啊，一心中聚啊，啊，也就是在无漏心当中呢，其实这些呢，它是聚合在，很快的就聚合在一起，就是透过了因缘，啊，透过因缘，它就没有前后分别次第，啊，尤其如果我们从这个表这个图来看的话，我们的父母生身啊，而有生死，因为我们有父母生身，所以有我们的前一世来到这一世，乃至这一世是不是会到下一世啊？有没有前后？因为有现象，有父母。到了什么时候无漏啊？在这里无漏哎，他可以分身无数亿的嘞。菩萨摩诃萨他分身无数亿，那分身无数亿的时候呢，就没有去分哪一生比较早，哪一生比较晚啊。随处祈求随处现，千处祈求千处现。佛陀啊，菩萨的分身，菩萨摩诃萨，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他随时都可以分身，他有没有前后顺序啊？没有了，这样理解吗？因缘本身就没有前后，其实透过因缘就没有前后，就像我们在因缘的流转上面啊，过去是没成熟留到现在，现在世里头还有没成熟也会留到 下一世去，从因缘来讲它是穿透性的，因缘就没有前后，现象有前后，这样理解吗？现象有前后，初学有前后，等到无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前后了，因为这里就是界定会三学聚合在一起的嘛，就是六度万恨所聚合起来的哦，所以他自然就没有前后。要达于真正的无漏是菩萨摩诃萨八地以上哦，哦，是八地以上了，哦，好，所以这个初学有次第，哦，到了无漏心中一心聚了，哦，他就可以分身无数亿。我们现在没办法分身，是因为我们都要借着父母生身。好，嗯，好，那事宜三说八分相助呢，各有特能啊，啊，正见啊，与正见相应的话，啊，正见相应，那么就可以有所谓的正思维。正思维是不是就是更进一步的正见呢？啊，这个能够思量思维筹量发动正见嘛，令得力啊。叫做正思维，啊，乃至正方便，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啊，那三种戒是什么？正语、正业、正命啊，随事纷纷行啊，啊，那这个118的注脚了，所以也叫做五分行，也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的这个属于戒的部分，是不是随着前面的这五分呢，啊？啊，八正道叫做八分嘛，啊，那五分是什么？正见、正思维、正方便、正念跟什么正定，是不是都要随着正语、正业、正命啊？正语、正业、正命要随着前面这五分呢，啊？哦，啊，也就是我们得要哈，啊，这个保持我们的正语、正业、正命，啊，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啊。的部分呢，啊，哦，好，所以这叫正见相应，才叫做八正道啊，哦，好，那正见呢，就是去分别好丑利益为事，啊，哦，
要有分别的能力，什么是啊，在这个生命的流转里面重要的啊，那么能够获益的是什么啊？那这个必须要去做分别啊，还有呢，正思维去发动正见有没有啊？是它的要事，还有正与等，正与正业正命来讲的话，持续智慧诸功德不令散失啊。哦，在有生之年的时候，是不是就持要持好这无漏哈，等于无漏的戒恨啊？当然，刚开始还是有漏的，但是就因为正与正业正命，所以有机会从有漏达于无漏。啊，这个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流转呢、啊，啊，不令散失啊，啊，正方便呢就要去驱策令速进而不喜呀、啊。这是不是精进啊？正精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哈、啊，这个精进而不喜，不会哈、啊、不止息啊。那正念呢，就是要念在七事正念之外的七件事情，七个正道所应该做的事情，能够忆持而不忘。所以念有忆持不忘的特质。啊，忆持不忘的特质啊，这叫做念。啊，还有正定，令心啊清净不浊不乱。啊，我们的散乱心，我们的散乱心呢，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散乱心，就因为浊东浊西的啊，我看这个看那个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所以往往是怎样，是污浊的，是乱的，啊，是杂染的。所以要修正定，就是要收摄我们的内心哈、啊，收摄外放在哈、啊，等于外放的心进来，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不浊不乱啊，而且令正见七分得成啊，啊，其他的正见等七分能够怎样，能够有所成就，如同无风房中的灯烛一般。哦，因为一旦有风，那个灯烛是不是就会闪烁，就看不清楚了啊？那能够无风的话呢，它就能够照明了了啊，就能够清楚明白，在正定当中，其实是因为有慧的缘故啊。啊，光明有啊，智慧有光明的特质，而修定本身是让这种。光明的特质本身要稳定而不散动啊，因为灯光如果它不稳定啊，比方这个灯光很亮，但是它一直在闪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干扰啊？啊，我们的心在散乱当中，其实我们很难去正见正思维啊，啊，也是要在安定当中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哈。所以呢，如是无漏戒在八圣道当中意为什么？智者所赞啊，啊，智者所赞的呢，是佛陀所教我们的这一切啊，也是三圣所赞的戒啊。啊，好，那这个接下来有漏戒啊，有漏戒要透过四加行啊，有漏戒我们。本来就是有漏的，是凡夫嘛，啊，我们都具有有漏的基础，透过四加行，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无漏？啊，才能够达于无漏啊，啊，所以有漏戒哈、啊，这个是基础啊，哈、啊，所以这里也设问说，无漏戒因为智者所赞叹，但是有漏戒还要赞叹吗？啊，那。论主啊，也自答说：“有漏戒似无漏啊，啊，也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有漏戒的基础，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无漏戒啊？啊，才能够达于无漏戒。所以呢，有漏戒也啊类似无漏戒的重要性啊，而且随着无漏戒同行的因缘啊，因为有漏戒的基础，透过慧学，其实也是透过正见正思维。”让我们的有漏达于无漏哎，啊，所以呢，智者何谈何赞呢、啊？智者还是赞叹的哈、啊，纵然是有漏戒，啊，
好，所以呢，这里做一个譬喻说，如同贼中有人啊、反叛啊、来归顺我方，那彼虽是贼呀、这个他虽然是贼，但是因为他现在来怎样来归顺我，那我要不要接纳他？啊，因为他已经背叛了那边的这个贼嘛，啊，所以我当怎样纳之啊？啊，这个内就是纳之，啊，因为接纳了他，是不是才有机会去破贼啊？啊，因为能够知己知彼嘛，是不是就能够百战百胜？哦、啊，就有机会去善加利用啊，可以破贼，所以呢，何可不念啊？我怎么能够不去接纳呢？哦，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在这个果位低的时候，我们烦恼是不是也很多啊？我们也是要能够接受我们的烦恼，乃至我们的持的戒是不是还是有漏戒啊？哦，但是我们不从这个做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达于无漏呢？哦，所以也常常说啊，有时候听经闻法不一定懂，没有关系，都是从不懂才会懂，是不是？哦，所以不懂我们是不是要接受自己的不懂？不懂不懂不懂才有机会懂嘛，对不对？饿了吃饭吃够了才会饱嘛，吃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不饱就一直吃吃吃吃到饱嘛，这样理解吗？哦，所以我们的圣者也是从凡夫来的啊，哦，纵然我们是凡夫啊，哦，也是超凡入圣的基础啊，哦，也是超凡入圣的基础哈，哦，所以这个有漏戒也是智者所赞的了，哦，因为诸烦恼贼在三界当中哈，哦，三界城中安住，哦，我们的烦恼很难处理的，只要有杂染就有烦恼啊，一直要到成佛才是究竟清净无染的呢，哦，所以呢，要有漏戒的善根。啊，有漏戒，啊，有漏戒是透过这个啊，这个四加行，暖顶忍是第一，这是在慧学上面的加横用功，啊，那么才能够与诸有漏法怎样相异，啊，透过加行，让我们慢慢慢慢向上提升嘛。所以我们向上提升，不同的高度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就不同啊？啊，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看到的现象是不是就越平等？啊，所以我们说，哎，到了圣者，何谓圣者？他验证到了诸法实相，他是平等平等之相啊。而我们凡夫看到的是不是都不平等不平等之相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不是凡夫。如果你是圣者的话，那必然应该能够验证到平等相，啊，而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在不平等的相，啊，也因为不平等的相而起烦恼，起执着而烦恼的，而生死轮回不已了，啊，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有漏的戒，但是要借着慧，啊，借着慧学来让我们有机会提升。哦，那行者要能够受用加行啊，四加行暖顶忍是第一哦，因为透过慧学才有机会去破诸烦恼贼呀，啊。哦，因为慧学本身有光明的特质，而我们的烦恼贼有什么无明的特质嘛？啊，我们的好像点灯一样嘛，我们灯能够点亮的话，无明是不是自然就会跑掉了，就会消失？啊，只要点起智慧的光明，那无明烦恼是不是自然就会消失啊？啊，所以呢，能够破诸结使的贼，能够得苦法忍无漏法才，是故智者所叹。啊，这里的苦法忍就是这个八忍八智的开始，十六心啊，透过苦法忍一直到什么这个。道类智的现前就是见到位，啊，也就是还是要透过智慧来提升的了，啊，透过智慧的光明，光明的智慧来破除我们无明烦恼嘛，
哦，所以总结呢，这个释名念戒，哦，所以以上是念戒，有没有八念当中的第四念，是不是就念戒？哦，念佛、念法、念僧、念戒，然后念舍，第五叫做念舍，哦，念舍。好，所以念舍呢，有两种舍，叫做施，啊、哦，施舍。啊，施舍，第二个呢，舍诸烦恼。哦，所以这个一者施，这个施也就是在施舍，施舍啊、哦。所以在注脚一二二有没有？啊、哦，下面哈、哦，所谓的舍，它有什么？施舍跟舍烦恼。那何谓施舍呢？有财施跟什么法施。所以这个合起来是不是三种舍啊？啊，叫做财施、法施，还有舍诸烦恼。哦，好，所以我们再看上面的，对不对？啊，这个施舍有了二种嘛，哈、啊，财施、舍法施，再加上、舍诸烦恼，合起来是不是有三种舍？合为舍？我们念舍是念这三种舍，这样理解吧？哦。好，所以呢，先念什么财施，就是财舍，哦，财施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故，哦，因为我们的这个施财施呢，是舍我们的什么兼贪呢？舍我们的兼贪，哦，因为兼贪也是、哦、我们的兼贪是我们的这个贪嗔痴里面的贪，哦，能够舍的话。那也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哦，根本哦，也是放下爱着财富的心啊、哦。所以行者要做这样子的念头啊、哦，也就是说上四念因缘故呢，得差烦恼病啊、哦。这个差，这个是治疗的意思了哈。哦，让病能够怎样得以恢复健康。上面的四念是什么？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对不对？叫做四念，因为有这前面的四念因缘的缘故，所以慢慢的在治疗我们的什么烦恼病啊。哦，那今以何因缘故能够得四念？能够得是四念呢、哦、又要用什么样子的因缘来得这样子的四念呢、哦、则是先世后世于三宝中呢少有布施因缘故了、哦、也就是说我们今生为什么还有因缘能够得这四念呢、哦、我们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呢，也必须前世乃至今世我们于三宝当中呢多多少少、哦、这个少有时候是稍有稍的意思、哦、或者多多少少都有布施因缘的关系，才能够今生得以这四念呢。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生或者今生因为与三宝结过缘，结过善缘，透过布施供养是不是就是结善缘啊、哦、那也是因为念了戒、哦、就说我们是持戒的状态，是不是才能够投生善道、哦、那也才能够这个念三宝、哦、念佛念法念僧、哦、乃至念戒，是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与三宝结了善缘啊，布施供养的善缘，结过缘，所以今生是不是跟三宝还有缘，能够来接触继续的来学习啊，啊，继续的学习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跟三宝结了善缘的缘故啊。那如何结善缘呢？啊，其实是透过什么施三宝啊。哦，所以呢，众生于无始世界当中，哈、哦，不知于三宝当中来布施的话呢，福皆尽灭啊。
哦，因为 不知道要跟三宝结缘的话，那是不是就与三宝无缘啊？哦，与三宝无缘的话呢，那我们过去所这个修的善业就有可能用完。那与三宝结了善缘的话呢，那我们会凭着过去的善缘啊福业来到这一世，那继续再去做布施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福报是不是就不会尽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只懂得当我们拥有福报，我们就去使用福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耗损了福报。如果没有再继续再去耕耘的话，福报会不会用尽啊？金山银山也会坐吃山空的但是我们用其中的一部分再去布施供养的时候呢，那这个福报是不是就不尽了？就能够长久了所以呢，是三宝有无量法，是故呢施亦不尽啊，必得涅槃因为有三宝，有佛陀透过法宝有僧宝的这种住持正法来教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怎样，能够不断的修福报布施的福业，有布施的福业，那么我们有布施的福业的基础，是不是才有机会修慧？修福比较容易修福的话只要善业就是修福，但是修慧必须要有善业的基础是要有善业的基础，福业的基础才能够修慧。那修慧呢，就是希望能够达于涅槃，有没有？是不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啊？所以他必须要有福业的基础。那福业的基础是可以从布施来的所以第二个布施是助是初助道的因缘也就是说，复次过去诸佛初发心的时候所有诸佛的成佛是不是也都是从凡夫到超凡入圣经过了十地菩萨的圆满而成佛都有初发心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也都是初发心的时候皆以多少多布施为因缘是不是都要修福业都要修善的福业，布施的福业，就如同佛陀所说的是布施是初住道因缘，让我们能够步上成佛之道的很重要的因缘要有这样的一个福业，我们才能够入道了也才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不管是三学八正道或者般若道，是不是都是道那都是住道的因缘因为人命无常，财物如电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不是无常的，离不了生老病死。其实我们的财物也是在怎样，在生住异灭当中若人不起呢，犹上阴雨人家没有来乞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还应该要自动的去怎样去布施供养，更何况如果有人来乞讨的话，怎么能够不施呢因为用这样子的因缘来布施的话，它会是什么助道的因缘会是助道的因缘而且这些财物来说的话，也是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是不是才用得到常常囤积了很多的财富呢，结果人在天堂这个什么钱在银行，人却怎样已经不在世间了，那是不是还是没用那这个财富要给谁给有福报的人去用所以要趁着我们有生之年如果我们拥有财物的话，我们要赶快去做布施供养，是不是就是在下因缘以后下一世未来世还可以继续用，不然的话我们这些财富就只有这事用了就没了，没办法再继续，是因为我们去布施供养或者去做一些公益事业都是在耕耘因缘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